每到同农田好好利用，新竹县竹东镇农会草坪二拍内田桥加研发的快通，地分工的各起头过后，地田方来回繁熟，还有将民众去行黄金无彩米浆，希望同农田创造行卡到位附加价值。下期加进白妈妈用客家歌曲编排舞蹈为无田加研发开场。当年梅东河收了后，竹东镇公所为了天寿农民行销繁殖，拢会请适合个农田盘犁内地发通。今年安尼个盘犁个方式，老往年又无重样。今年是个稻田迷宫安尼做到比往年下台，甲做到两只，差不多有600平左右。我觉得竹东嘉年华、大田嘉年华办的稻田迷宫非常的棒，比去年的又多了一些就是新的创意，对，然后可以让亲子一起同乐，非常的有意义。礼拜五天感染发通，除了本日爱带领小朋友行迷宫之外，还有托田方控制派番薯，同时邀请有经验的老农民听受介绍。不过也有民众表示，虽然体验当神奇，但是费用偏高。因为感觉1800，事实上是整个消费起来是蛮高的。那他给你的东西没有物超所值吗？感觉还好。安尼有这个贩售实金、加盟实金，还有安尼个各种个兑换券吼，有300元。韩国安尼邀请农民去接，安尼也有付费，靠邀去也袂人父母，安尼是全套个父母吼。所以你讲安使用者付费吼，安农会不是站在传天的个方面。虽然有少数民众关键费用问题，不过大部分民众拢认为参加发通负担费用合理。另外，农夫也表示，判例发通的目的是要天寿农民促销农产品，为了将持续判例相关发通，用实际的行动增加农民收入。客家新闻王文耀，新竹报道。